喂喂，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跟阿公玩的游戏，就是到阿公的床底下寻宝。每当我来到阿公的床底下，阿公会当起解说员跟我说每个宝藏的秘密。哇，是一把吉他耶，外表虽然已经很老旧，但是弦还是保存得很好。阿公说啊，我的宝贝被你找到了，我当年就是用这把吉他把你阿嬷迷倒的。话一说完，阿公跟阿嬷相视而笑，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笑容。哇，是日式木屐耶，阿公穿着木屐竟然跳起舞来，还不忘邀坐在一旁看热闹的阿嬷一起跳。除了在家寻宝以外，阿公也常常带我到处探险。我们穿梭在稻田，稻子打在我身上，有一点痒痒的，却又很舒服。我觉得稻草人很可怕，阿公便不时地学习稻草人来做出可怕的表情吓我。哦，被吓到了我总是拔腿就跑。到了晚上，夜空中的星星总是静静地在天空中闪烁着。哇，是萤火虫耶，它们也在我的手中静静地散发着光芒。嗯，好香哦，总是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，再加上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啊，原来是阿嬷身上的香味，这是一股温暖的味道。
像只有闻得到。小时候觉得那是一种我跟阿妈之间的小秘密。加班咯，你听到这三个字我一定跑第一个。哇，看着餐桌上满满的食物，我的口水就要流下来了。嗯，真的好香哦。妈妈总是会说，来给你讲。饭桌上除了饭菜的香味以外，总是伴随着大家的笑声。这样的时光特别的温暖，温暖的我以为时光会像一直延续下去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跟古德因为读书的关系搬到了市中心。新的生活没有不好，但也没有很好。放学后好像就再也没有闻过那熟悉的花香，更没有那一股秘密的香味。后来妈妈去了很远地方旅行，那一股秘密的香味也随着阿妈的离开渐渐消失。在那之后，我跟阿公就再也没玩过寻宝的游戏。直到有一天，阿公也去了很远的地方旅行，过了好多年以后，有一次回到老家，想起以前常玩的寻宝游戏，往阿公的床底下一看，一些宝藏原封不动的都放在床底，每样物品都像是一扇连接回忆的门，连接着好多的回忆。哎，有一个箱子我没看过，里面装着一封信跟一件雨衣。不要，最近时常想起你年轻时的容貌，像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样子。我永远忘不了这一件雨衣，它陪我们走过许多艰难的日子。我们常一起披着这件雨衣到处做生意，每次我都把雨衣披在你身上，你却总说你喜欢淋雨，把雨衣披回我身上。后来我在雨衣上写上了你的名字，说这是你专属的雨衣，你才笑笑的又穿了回去。回头发现人生已经过了80几年，现在你已经不在了，这件雨衣也可以收起来了。谢谢你陪我走过许多风雨，这辈子有你真好，我们下辈子再续。